嗨，大家好，我是万锦市第八区市议员李思远。今天非常高兴能到就在这个有关香港饮食文化的那个特别的节目里面呢，就是去推广因为呢，这个其实也是我嘉港协进会，我们也是其中一分子，也是其中一个参与的单位。我们对于推广香港文化美食的那个那些活动呢，我们也是非常支持，尤其是呢。因为也是在我选区里面嘛，因为这一次这个活动也是响应我的那个食物那个 food drive 食物收集的那个活动，因为呢，我们希望在推广美食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有很多在社区里面呢，其实也是非常有需要的群体，所以尤其是在食物上呢，现在我们经常也听到 food bank 里面有很多很大的需求，很多食物那个银行呢也是非常缺乏。所以呢，也希望透过这次的那个大会的那个活动，也希望呼吁大家，鼓励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食物的那个 food drive 的活动，到来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呢，如果你们也带一些就是一些食物啊，可以来支持我们的活动呢，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神秘的礼物送给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